啊，问
千八千峰啊啊是否其实中华
说其舍中还更莫提当年那样，知否人依旧，心大意空空。当时天啊切，我问啊机，十载共枕同襟，一朝界别何安乎？拆散了多情乱风，又记一阿母一和回头，云霄影转迷因。夫妻分离痛，神问母语尽受用。当日便已离世呀，Thank you.
难之苦。更被仪仗庄严，以皇后之礼恭迎文姬。如此费心，文姬何行啊？乖。否迎你归汉之节道士动志啊？正是啊，辞清守节尽成空。当日你归汉绝户，已将此因果种。原由天定，我当量你苦衷。多谢燕王，通念如情，望你还将儿女通。放心啦，虽断夫妻情。又传儿女爱啊，为觅贤良后母，莫教虐待情空。我早已誓不从婚，儿女何来后母啊？文姬啊，你且多保重。你莫再忧虑，从
好几年能使董志军放文姬归我了、啊、我已病入膏肓，药食皆无所用，定寻名医遍天下，当可就其功。痴啦，人世难熬，只有云翠居家冻。就哥心空一间，同坐月空。哎呀，天意为妾身失态，思念落在我襟，知否我心的血中，愿干风折若风，太可我可以白灵惜血，妻你安心将息啦。夫妻两竟夜里留又再逢，悲却悲也是情妙，难服众。燕王，我别无多年，未忘无云，此地此事你能够吹奏回家，以赠我作安魂之曲呢？好，文姬你听下。胡家胡洞木马悲鸣，你快些随我回去吧。回家，系咯，回家。我心甘返回肠，文姬啊，晴天刚下剑啊刀锋天下，斩却情丝千断断梦。文姬忍看白绫上血，长足来生当作下半花长烟。